节目制作单位呢非常荣幸哦，邀请到管弦乐团，还有我们的美声的唱法，老 Andy 传统的客家山歌做一只对照组，系咪感觉非常特别呢？嗯，可是我哋今辈呢，佢欢喜又唱到我哋音乐界啊，动脑的前辈，嗯，江宇玉江老师来到我哋现场的节目，江老师你好，江庆豪。我哋江老师其实推广 Andy 客家音乐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哦。老师有一只乐团叫做台湾客家山歌团。台湾客家山歌团今年都18岁。